真实世界里面的我个性，可能就比较男孩子气一点，比较大大咧咧一点吧，就是还蛮喜欢跟大家打成一片，然后还蛮爱玩爱闹的。然后2013年年底拍了《神雕》，然后14年上映。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，能够演出像小龙女跟杨过这样子就是刻骨铭心的爱情，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经验，然后也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很难碰到的爱情吧，所以能在戏中演到真的觉得很难能可贵。然后整个团队都非常的用心，所以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有参与这个作品。然后尤其是播出了以后，有越来越多的观众会跑到我的微博上面去跟我说，哎，就是我们很喜欢你跟呈现出来的杨过跟小龙女，就觉得真的很开心也很感动，所以谢谢你们，我真的谢谢你们。